走了走了。外面突然有阳光了，春天前出来外面晃一晃。现在白天很热嘛，所以我们比较少在白天出来走动，大概就是上一下厕所，然后就进门。还有因为微微的眼睛不太好，状况不太好，所以呢尽量不要在大太阳底下活动。苏威，你怎么又拉了？这个时候呢，这幅爸爸正在弄五宝的 logo， 为那个绿色的颜色呢还在伤脑筋。然后叮叮叮叮叮，好了，菲菲要大便了，我要帮他剪了。好了，拉完我们继续走了。今天有夕阳，其实真的很适合出来活动活动走一走。那么很神奇的是好像也没有那么热了，今天还没吹到冷气呢。走着走着我们走到这来了。以前拉着梅亚，我们三宝呢就是一定会进去兜圈，好像走到这里呢狗狗也都会自动转弯。现在梅亚不在了，我们还是可以进来走一走，想想看以前大家在这边的时候很开心了。我们走进来，想看都可以让你们放放风，像这样，因为这里比较不太会有车子走进来，所以总算能够放心的把你们自由活动。我记得三月份的时候呢，妹妹从阳明出院回来，我们还要绕一绕，她还从这个洞走到这里头来。放眼已经快三个月了，好了，我们就拍这里了，等一下也是走路而已。哎呀，还是那么可爱哦，虽然我已经是快要13岁了，但是我还是那样可爱呀，对不对呀？好可爱。这里就是方便，就是好玩，是我们的秘密基地啊！一下波也会来这里看看你们玩。